我喜欢拍视频，他老婆又把这个摩托请出来了，这个摩托雅马哈，哎不是，我看这，哎这个是，这个是，哎这个怎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我还真，这是什么？韩国，英国，英国，英国。这个排量，这个什么排量的？差不多八亿。八亿这个是吧？这什么排量的？1000的，1200。1200啊，这个是1200，那个是1000的是吧？我们英国的，哎呦。对。这就是一个男人的爱好，看着没？喜欢自己的，喜欢的就去买。看着没，这两台，一个是1200，一个是1000的马力，还有几辆在胡志明正在保养，这里好像保养不了，还有几辆在胡志明，要特意拉到胡志明啊。这个动静就嗷嗷的，哎呀，这在马路上那是很吓人的，在马路上骑起来。是我爱啥？我不要给人摔了，我不敢骑。骑摩托去的？哦，去肯特啊，肯特。嗯。来，我都留。啊，你来这走啊。这是他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工厂。现在带我们去看他还有车，去看那另外的车。这也是他收藏的摩托。没这么精哦。啊，这个是这个哇，这是很复古的，很老，很复古的一个。很有个性啊，这摩托很有个性，这两台很有个性。是宝马的，宝马的，它这个也很复古了，很古老的一个，值得收藏了。这个灯也，这是灯也，没呢，一样吗？那不知道了。早期美国在这边有很多，是1983年生产的车，930313，30年了，这个车，这个摩托30年了，在他这个院里转一转，看一看。上面，这是什么？槟榔？哎，不对。槟榔吗？没得，这个啦，嫩牛啦，是什么树？不知道。什么树？老师？就是那这个水果的名字啊，因为越南女孩子很喜欢吃。这叫啥呢？你们还有懂的吗？酸酸的。拱súng á, công nhân lụm chưa. 这边还有个地方是干啥的？不知道。里边有养鱼，有什么？他们夫妻睡觉那边。啊，在那里睡吗？现在？哦哦哦哦，他们现在睡在这里，是不是？哥拿大网子。给我们要摘水果，拿到网子。哎，不是他哥哥，他哥哥找的他们保安人员。这是什么？啊，拿到网子，现在摘。啊，得。
很甜，很甜，会不会胖？啊啊啊！大哥，来我让我来这边看一看，不知道看什么，我现在过来看一看。这是他住的地方啊，哇，里边他家他真喜欢养龙啊，他从公司到哪儿全是龙，等我给你看看啊，这龙，红龙，哎呀，那我来这里，菠萝蜜，这家种的菠萝蜜，他套上怕这有蚂蚁或者虫子咬，很大啊，买几斤啊？哦，买几斤？这边，这边一个。那边很多鹅，它自己的水塘，很多鹅。这是什么果子？不知道什么果子。不知道，看不懂。这厂子很大啊，这厂子，这是其中的一个老厂，白天看那个是新厂。嗯、他这个大叔给弄了这么多，这直接可以吃吗？皮可以吃吗？皮可以吃吗？你吃我看怎么吃。我吃。酸啊，酸，对，酸好吃，酸酸的，但是不太甜，总比甜强，甜胖，酸不胖，挺好，我觉得可以。嗯，西贡有卖吗？嗯，没有，很少，很少。这叫什么果？有知道的吗？不是特别甜，我还不算太喜欢甜的，酸酸的，熟透了。这边冒油了，哎，吃没了，吃没了。现在准备出发了，车。刚去的木刀位。我害怕，怕。他哥喝酒了，要不然我就坐上带让他带我兜一圈了。哎呀！他是挂档的呢，还是？Ủa sao không đóng nó không báo ta? Đóng giấc mới. Đóng chưa chê? Chưa. Dòng dưới đó đi hoa. Ồ. Xem ra chưa khai dòng dưới đó đi hoa. Cốc này kêu bằng cốc lão hả?现在好像是快到了养鱼的地方，拐到一个小胡同里。
现在到了哈，围墙到这里全是。进来了，自己家的一个院儿。你熬干了它。哦，这全是鱼吗？还是有虾什么的？鱼，都是鱼。是啊，准备呀，养鸭。准备养鸭，鸭，鸭子。生的鸭蛋。啊啊，生鸭蛋用，对。他们自己工厂用那个鸭蛋黄。那围起了一大圈，这里很大的一大圈。全是养鱼的，全是鱼。哎呀，这是真的叫实力派呀！沿着小道现在往前开呢。它这个是淡水的吗？对，淡水。没事，这你不用操心。走下去看一看吧。看十分钟。看十分钟。他哥哥提前到这里了，骑摩托。看不清啊，这不黢黑一片呢，这边应该全是。哦，我听了鱼的巴拉巴拉声了，这是喂鱼的应该是。很多鱼嘛。鱼。啊，可以走到那边。我以前也养过鱼啊。哇，这鱼很大呀，我看呢。小心点。我看这鱼很大，哎呦，哎呦，哇，吓死我了。它这个下面是，这是拿网网鱼的吗？还是干什么的？好像是吧，看到没？哦哦，这有鱼了哈！当然了，黄色的啊，是这种鱼，是用橄榄的黄色。橄榄啊，做鞍啊，啊，它的饲料就放在啊，这是投放饲料的，对对对，投放饲料。哦哦哦，这什么品种啊？不知道啊。嘎鱼。嘎哼。嘎哼。哼。啊，毛黑，毛黑。刚才白弄一包捞嘛，投全是投饲料的。这边。我该加，该加，不，不了。白本了。哎呦哎呦哎呦！哇，这鱼夸夸蹦啊，夸夸蹦。应该有很大的鱼，应该是。他说要养一年。要养一年。啊。可以可以那么大。公司那边呢。啊啊啊。对。啊啊。这一铲，铲油铲油的。哈哈。哎呀，现在去别的地方看吧，可能是还是什么。
这边全是，这边全是。看不清了，看不清了，看不清了。哎哎，慢！这是很大的鱼塘啊！我的天哪，很大的鱼塘啊！走走，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地方看看。现在我们又回到原处了，回到公司了。他们这个公司，他要带我们看一看，说这里有一米长的鱼。他在拿手电筒，他哥在拿手电筒，也是喝完酒兴奋了，也是我觉得张哥来我们找鱼给我们看。哎哎，这里有个小狗，哦，这很可爱啊，不叫，坐在这里。哎呀，两只，这是猫还是狗啊？有人睡的吗？他这是保安室，各种监控，监控了一系列的保安室，这个是。哇，哦，很可爱，它不叫。哎呦，这什么品种的？有知道的没？哎呀，有叫的了，有叫的了。这里还有，这里这个叫了。这个两个应该是那边的生的，还狗崽呢。小宝贝，哎呀，那个也叫了，也知道叫了，这也知道叫了，叫起来很可爱呀。晚上睡了吧，鱼。喂点食儿不出来了吗？他这是他自己养的，养的这个睡觉了，给吃的就出来了，拿着大手电，白天看着啪啪在里边蹦，白天在里边，他多的，他是喜欢光吗？有光的出来，现在还跑了的，这多深不知道，这多深，这有两个人巡逻呢，这院里边看巡逻人员骑摩托车一顿一顿一遍一遍的巡逻，穿着衣服，看看啊，拿绳来了，拿绳来了，拿绳来了，过来呀，滚呀，喂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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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哇啊，养的是海象，这不是吃的，看，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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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一吃食夸夸吞，怎么晚上不怎么吃食儿啊？哎呦，我去！你就看这动静，这鱼得有多大了？通下着，
我也不知道，我冇用。空下着。我给你都喂喂喂呢，喂亏死你。这鱼是喂饱了，它不准卖啥呀？不怎么出来吃食儿，喂饱了。还是怕人，可能是怕人。等等的，看着了，是海象，是海象，是海象。这不是吃的，这是挖的，纯挖的。跟那空白鞍马，跟那不是吃的。这个那做香嘛，香做脸嘛。脸脸，安公德，安公德。看着了，站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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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能安你？嗯，安白米。安白我。我原来养过海象，但是养不了它，它创缸很有劲儿，很能吃，太能吃了。到了我给卖了，我买了一个泳池，就是那种支棱起来的那种泳池养它，到了卖了，卖一个洗浴中心的老板，他用来闯缸，他准备养龙。然后闯缸就是吃一些鱼，然后拉一粪便，就是培养那个消化细菌，是消化细菌吧？嗯，养鱼先养水嘛。他这个水属于食水，两个泳池，两个水池，它这个水池很大。这狗知道叫了。喂了半天，喂的啥玩意儿啊？喂了半天，鱼也不上啊，不咬食啊。这纯纯的，这鱼吃饱了。一会儿才能过来。走吧。好了，拜拜。再见。再见。撤了，到点了。